还行，得免费的，不花钱的呀，架自己吗？哎呀，老板，我给你两张卡呢，方哥跟夏娜跟小陈啊，国内领鸡腿儿，一个印能量好几个，有人是七十五岁以上老院长，都搞的是方哥，都国内领鸡腿儿，我这等着剁呀。哎呀，合适，好，谢谢。不用谢，不用谢，不用谢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贺，今天呢来到了烟台市的神农村，准备了满满一大桌子140斤的枇杷腿儿，大约能有400个。今天咱们用这些鸡腿儿给这个村老人做上一大锅红烧鸡腿儿，废话不多说，开始干，都过来看看。 我是满哪刀刺儿的，给老院免费做法儿的。行行，没不花钱。不花钱，那咱就用卡。跟夏娜跟小盆儿过来得哈。汤汤，我咱的这个鸡腿怎么样？肯定好吃。都愿意吃油，是不是？对呀，愿意吃油就行。帮着来领个现成价尝尝。好，把鸡腿都改成花灯，更容易入味，更容易熟。看看我刀的鸡腿冷水下锅，加入葱姜，锅来点料酒。郭大婶儿，哎呀，八十了，我在镇上给老院做鸡腿儿。 免费给老院做的，免费的不花钱。那得把还有个老锅子。好，我给你两张碗跟大奶拎两盒鸡腿下去就别忘了啊。好，把焯好水的鸡腿捞出来再清洗一遍。你看肯定得洗啊，它洗的干干净净的。一会儿我就盖个糊鸡腿了，我这等了4个鸡腿，到时候看赖多少老人我平均分。每个人最少能烫个6-7个。哎呀，给那个卡，一会儿那个卡那个小米过来就行了。哎呦，馒头啊，晚上就不用做馒了，嚼吃。现在开始做，起锅倒入花生油，来上2包冰糖，熬个糖色。 糖色熬后，加入清水，加入葱姜和所有干料，来上2罐排骨酱、蚝油、1品鲜酱油、冰糖老抽，再来点料酒，好的，倒入鸡腿，再来点十三香。来，盖上锅盖，开始炖。兄弟们，大家看没看出来，我最近的视频越来越清晰了。为了拍摄更清晰，我换了台新手机。最近我发现转转上的二手手机还挺划算的。我这台苹果14 Pro 比新机便宜4000，省下来的钱都能再买台电视机了。而且转转是个官方一页二手平台，每台手机都经过工程师全面检验，比一般的二手要靠谱。上面的笔记本也挺划算的，推荐你也去转转。鸡腿炖了半个小时了，加点盐，盖上锅盖继续炖。那个坎儿啊，哎呀。 好了，得一样，慢慢的啊，别糖着了啊。好个，好了得一样，慢慢的啊，别糖着了啊。好个，好了得一样，慢慢的啊。够了，好，慢慢得了一样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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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